是好了 ，OK 啦。当然来这边的话就是要唱歌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它是一首比较慢版的，就是让它勾起大家回忆一首《Stand By Me》。接下来比较厉害的就来了。什么叫做比较厉害的啦？这首歌曲呢，像看大家刚刚在从颁奖开始，这边应该大家都吃了大概有八分饱了嘛？哪有那么快？我没有快的，才刚开始，才刚开始才吃了四道菜单的好不好？左右，四道左右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一样的慢慢的让大家呢慢慢进入我们这音乐的领域啊，慢慢让我洗脑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》呀 ，Rock it。Thank you.